花莲一位游艇船长21号在盐寮外海钓鱼的时候，巧遇上一只难得一见的金鲨。船长发现之后，立刻关掉引擎，金鲨不但没有跑走，还自己游过来，绕着船游了好几圈，温驯的和船长互动，让整条船上的人都又惊又喜。一尾金鲨直接停在船边，还亲昵的跟船上钓客互动，可爱模样让船长直呼真的太幸运。有看到金鲨是偶然巧遇的，不是刻意去找他的。花莲游艇船21号出航，一尾金鲨疑似认出船长，特别过来与船上人员互动，稀有画面全被手机拍下。我觉得这种那么多东西可以吃，不一定要吃到这种善良的动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而且这么庞大的大自然的东西，我是觉得应该保育啊。船长指出，金鲨十分温驯，偶尔就会出现与人互动。由于金鲨栖息范围十分广泛，过去动保意识不足，很常会遭到捕杀。如今虽然已经列为保育类动物，但台湾依然未完全限制，希望未来能有更好的法规保护这人类在大海中的朋友。